一段时间前就好，所以有做关键大牌来讲，我们今天每一天刚刚嘴边拿来两空，拿来两空啊，每一个时阵拢想讲，我一定好。讲出来的道理内底，我已经清净啊，我已经安怎？啊，结果，咱的内在有堪无？嘛，甲咱的内在有堪无？咱的内在要有堪，就是咱内在要清净，就是咱内在会使有污秽。啊，你讲的清净呢？内在有污秽，咱内在是会清净。咱的质会变呢，所以质会变的时阵，当今仔日，咱离家三寸就要断离的时阵，咱心中有挂碍无？有呢？为什么？我等你无交代啊！你世间我心多无落实啊！你世间心多上过马虎啊，拢用应付的啊！心中有挂碍是安尼咧挂碍，心中有挂碍是安尼咧挂碍，是安尼袂空的咧，是这样袂空的。所以一个人心要有清净，迄、那个清净，迄、那个执要对咱的内在的执要会好。上方就是安怎，你心爱去，就是专心准备去干。到休息了当中，那安尼就免讲啦。那安尼叫做啥？流露出来迄个物件的德行，的德行啊，迄个叫做不明。所以讲，主干主公文静啊，哦，主公文静。伊咧问讲，要安怎治理这个国家？讲有主干讲，足是足兵民事事。来讲，今仔日先来有百姓上班，对啊。哎，爱问对不好变成，安尼咁对，对啦。爱第三就是爱民，爱有信，爱个信个什么意思？就是信，就是相信。啊，信就是相信嘛，就是你内在的物件一定爱信，因为这个物件绝对爱信，这个物件绝对爱信，你这个物件绝对袂使误会。安尼你心才流露会出来。当咱今仔日心意流露袂出来，就袂到袂投入。所以咱心意流露袂出来当中，就代表着咱咱内在袂变质。所以讲的、讲的、做的、投入、做的、贴地、做的、转变力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你内在无信。内在这个物件，上过一个误会，无够单纯，所以叫做，所以相信叫做相信，就安尼意思，安尼哦。所以百姓一定要相信，百姓若无相信，这个国家无去啦，安尼嘛哦。所以要好好讲。主公我啦，那不得已吼，必不得已而去，以书三者何先？哦，讲我啦不得已啊，这三项我爱去一项，我爱先去啥物物件了啦？伊讲爱先去兵，我将兵爱先去了。哦，因为你袂使无吃啊，哦，着你先爱救我活的落啊吼。所以兵的物件就是啥？兵就是权，叫做兵权。兵就是权力，权就是啥？自尊、民主。一口气，这个拢哪？这种权来的，这拢是权哦。你今日发大锅，都食袂饱，你敢有可能去顾着民主问题？会袂？袂嘛吼，较偌艰苦的工课，外边真个工课，咱嘛拢共困落来。哦，对不对？可能来就是为着啥？我搁无论安怎，我都爱活落。民主问题唔茫去考虑遐啊，我都活袂落啊，考虑民主问题，都无可能只要去考虑民主问题，咁
袂去考虑诶，袂嘛吼，袂去考虑自尊诶问题啊嘛吼，嘛袂去考虑一口气诶问题啊嘛吼，咁咪唔免啊啦，迄一口气诶问题，民主问题，迄是假想法咧讲诶，吃太饱再说的啦，假想好假想法咧讲诶问题啊，所以啥物想代志，民主想代志。民主上的事情、哦、因为就是民主问题，所以让我们的气上过头，因为民主问题让我们心不信不高兴，我们相信过有一句话叫做人一患难而谦卑，我们人经过逐渐患难，这个目的就是为了啥？为着要互咱强义的哦。无这个患难，对咱来讲一点意义都无。人因患难而谦卑。你讲那强义来听，我话就讲安怎知？咱就是要了解着强义，所以今仔日咱下要去争一口气。所以想要争民主，会想要争自尊，会想要争一口气，重点是过，重点就是咱的气已经消，气消以后当中，今仔日咱就要去争这口气。啊，争口气出来的话，甲变成啥？出来变做伤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迄个伤面，大家敢有走互你伤？袂大十啊，五年无快乐，为什么？因为安怎？咱气消。咱其实不是，所以我怕他跌回跌了。啊，查某一个阿姐，伊较差，伊人讲通天文地理，博学多闻，博学哦，好到一个啊，伊的人脉吼，拢做迄个大官的，迄个实力哦，就是伊的老朋友。拢交得外国，哦，啊，所以呐，咱这后代要听讲话，这少年人要听讲话，有当时啊，感觉压力足大。为什么？因为讲话有当时啊，拢无对嘴出来，拢对面喊出来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咱感觉讲，哦，压力足大。对啦，啊，结果啊，结果。一天，伊就身体已经开始落去，哦，啊，都系搞好病，啊，咱做耶稣那都唔爱去睇，啊，伊看着咱，把钱安尼丢，啊，我老公干哪我杀，啊，伊就喊停了，哦，啊，看着咱呢，家己讲几句啊话呢，啊，即落话。他有啥？一句句我关心安慰的话，啊，伊目屎在流出来。啊，你感觉流几句伊目屎，我就用偌大的感慨。所有过去的迄种对伊抗拒的迄种不良的伊的印象，因为迄几句目屎全部拢无。谦卑的力量大不大？迄个才是真正当人面对着生死的关键的时阵，所流露出来的心还是柔软的，伊是感恩的，伊是贴心的。所以咱台讲的这句话，伊就足感动啊，很容易动容，很容易动情，很容易感动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。好气，对不对？都不用什么，二三四十单、四五十单讲无啥会当讲话，拄啊好安怎？拄啊好，心甘甘情上济。重点在这，那个就是由于我心内底一种什么，一种看法，一种骄傲的心，完全由我来承担。
好，对不对？伊感觉你真会出门的，真会常出门的。伊感觉讲知影讲，我咧较早拢捌送的，吼，我较早拢安怎安怎安怎，来感觉会迄物件，袂啊啦吼，安怎咧？哦，我是，感觉。啊、所以真正咧拉近我们相互之间的距离，就是啥？从咱心，迄、那个宽、自尊、一口民主这个东西有无啦？伊就叫做低心下气。低心下气。哦，所以当咱心愈来愈压落落来的时阵，今仔日迄个宽的物件就自然有啦。宽的物件有落来以后，当中咱自言语言就容易高兴，感谢。